强调为民请命，林文聪有话阿博。林文聪早前亮相天地帮嘅时候，狂袭主持之一嘅阿博啊，不但揶揄佢迟到，更加拍咗几下，火药味好浓啊！寻日林文聪为咗宣传新片，再度同 YouTube 一齐亮相呢个节目，期间佢又再刮阿博。林文聪咁刮法，小心阿博嬲啊！阿波冇遲，阿波仲早過我噶。其實上次都冇遲。好嘛，有啦。趁而家機會，咁我再澄清多次。啲澄清嗰啲人哋唔會登噶嘛，你真係第一日翻工咁啊！你真係登咗阿波幾下啫嘛。哇！嗰啲網民一致讚好，擺上 YouTube， 哇！全部喺度。YouTube 第一位啊！哇 ，YouTube 第一位啊 ！YouTube 都要自己出嚟推介。哇！呢、這個。呢、这个闹佢嗰啲啊，仲多过李思捷，佢已经上咗第一位啊，真系冇得顶啊！啲人话大快人心，为民除害，仲有咩话？剧本嚟嘅，咁头先咪嚟咗一次咯。喺节目里面，节目录咗噶啦，节目有录咗噶啦，录咗噶啦。今次佢咧，佢晓闪避啊，佢晓闪避，同埋晓还拖，晓隔。嗰隻手格，不過都中咗三下，三下都係中咗，係嘛？記錄記錄有個大位太近㗎啦。